教职员工进场。首先由教务处林梦莹主任带领教务团队与专任教师群进场。光明国中的老师有丰富的教育专业，生动的教学方法，温馨的学习陪伴，让光明学子快乐学习，成长茁壮。爱心志工队进场，由辅导室曾文慧主任及美丽大方的黄怡瑞队长带领本校爱心志工队进场。爱爸爱妈们亲切有活力，交通组志工风雨无阻维护孩子们上下学安全，亲职组志工贴心聆听孩子的心声，园艺组志工费心照料校园好的美丽。谢谢您们热心守护光明孩子。请同学给爱爸爱妈们最热情的掌声。惠来光明社区服务团进场。惠来福伦社由本校校友洪明如学长担任现任社长，带领着惠来光明社区服务团进场。感谢光明文教基金会林庆芳会长创设惠来福伦社，三年来定期提供奖学金奖励光明的福伦之子。去年起更与爱心志工结合成立惠来光明社区服务团，为光明的孩子投注更多的关怀与鼓励。感谢您们的付出与关心。谢谢惠来光明社区服务团的祝福，请同学给予热烈的掌声。九年级导师群进场。铃兰花是春天的使者，但在九岛的巧手下，及时笼罩在冷冽的冬日中。老师们仍借由手中的铃兰花，让幸福降临在光明。老师们的点灯，感谢忠诚再生文化协会协助与支持。也谢谢九年级导师们这三年辛苦的付出与陪伴。欢迎九年级同学进场。全校最独特、最成熟、最果敢的九年级同学，今天他们带着淬炼了两年半的璀璨，为光明52岁的生日献上最缤纷、温暖、诚挚的祝福。谢谢九年级同学漂亮的表演。